大家好，爬山有点累啊，看看了吗？这个叫Bullard Bar Dam， 是在那个 Yuba， 是在加州的北加州 Sacramento 北面大概五六十英里有个城市叫 Yuba， 然后它的东面大概五六十英里吧，这个地方有一个 dam， 就是昨天我说的在地图上或者在飞机上可以看见一个张牙舞爪的一个图形，就是很像龙，这个就是龙的尾巴或者是龙的嘴的那个最尖端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有机会我会给地图上或者是给大家拍这张照片，这个我多次看见这条龙，但是呢一直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是个什么玩意儿。今天我终于来到了这个龙的脚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水库，但这个水库呢，看来这个龙啊也瘦身了，你知道吗？这个水库你们看到了吗？它已经下降了很多很多。反正如果原来的水位就是有印记的地方，你可以看见有水的水印子，一层一层水印的地方，下来二三十米应该是有了。所以这个水坝呢，现在我估计也发不成电了。以前这是个电厂，它是2300多尺长，960尺高，300多米，300多米啊。然后呢，它的库人量呢是96万，它叫 acre feet。我不知道美国的这个容量啊，就是我们都说是多少立方米，多少吨水，多少立方米水。美国呢，它是 acre 是个面积嘛，然后 feet 就是高度，就是一个 feet 这么高，然后一个 acre 这么大面积的水，它有96万960000acre feet， 就是它这个储存水的这个单位。有一个牌子，一会儿我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Anyway，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安静。山顶上的是一个 campground， 看来是一个 national 的一个 park， 是一个国家公园。哇，它的设备非常非常的新，而且呢，整个那 campground 啊，特别特别的优雅，特别特别的干净，特别特别的漂亮，基本上可以说是我见过的那个 campground 里面最漂亮的。因为他们有钱嘛，所以他们建的那 campground 非常非常好，一辆车一个人都没有。整个那个山顶上啊，就是我现在镜头的最高那个部位，就是树枝，看到了吗？那树枝，松树枝指的那个突然高出来了那么五六十棵七八十棵松树那个地方就在那里，刚才我们就从那上面开下来的。这个库非常非常大，我们现在只是在它的一个角落的地方，所以一会儿我们还要顺着这个库一直往北开，至少要开一个小时左右吧，才能开出去这个库区。OK， 谢谢。叫 Bullard， B-U-L-L-A-R-D， Bullard's Bar Dam， 而且这个 dam 呢，好像是1970年开，所以它是 New Bullard's Bar Dam。OK， 拜拜 ，Love you guys。这个我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啊，另外一边就是。离那儿大概也有个一两英里吧。然后呢，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公园啊，是一个那个 national park。但是这个本来这些都应该连着的，靠我的右手，我左手旁边那边是它的底，也就是它的顶端。往我的右手这一端呢，往这边呢，能看到吗？我的手在这儿。我往这边呢，其实呢是它是延续着更大的，但是你们发现了没有？到这儿它断了，看到了吗？干了。就是原来这地方都有水，一直是连续过去的，现在干了，就是龙脉断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条龙啊，被一条胳膊或者一条腿或者是尾巴被啪给掐断了，没水了，你看到吗？多可怜这条龙，对吧？往这边看还是挺大的，但是往我的身后看没了，非常可怜这个条龙。